来看到台中发生一件这死亡车祸，有一台轿车，这驾驶饮酒赛车，啊，亲像经过路口时全部减速，直接弄到一个当地过大路的过路人，互人弄到这负责人，也阁互人拖真远，当场都无性命影只，虽然赶紧送去病院，最后有人不幸归亡去。哦，是进口车的车头，因为弄甲真强，慢慢安尼挂拢已经变形，连镜散甲规涂骹。头前的玻璃嘛，大面积的吹气。五号半暝三点外，台中市东兴路一段甲树荫一巷路口发生车祸。这台进口车弄到一个当日行路通过路口的70岁单身妇人，附近的民众赶紧通报119，甲当伤的妇人送医急救。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看，奇怪，怎么没有看到车子什么的？就明明就有撞到声音，为什么没有看到车子？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，发现涂骹有长长拖行的痕，还有大片的血迹。研判妇人被弄掉了后，去予肇事的车辆拖行了差不多70公尺。有民众发现，肇事的本姓男子一落车，就到便利商店买一罐啤酒来啉，怀疑是想要规撇酒车。他是表示自己因为受到惊吓，然后到这个便利商店买酒哈。但是经过警方到场哈，立即就跟他做这个酒测了哈。酒测值已经有超过标准值，警方还是依规定哈。依法来做移送。警方表示，本姓男子酒测超标，依法移送法办。警方检查本姓男子的行车记录器，发现伊的车速真紧，而且路口拢无减速，就直接弄到行人。被弄的单身妇人因为几啊位的骨折，甲头壳内底有出血，上尾嘛是救袂回来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